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44页，744页第六行看起。第六行，安乐记序云：菩萨远离如是三种，菩提门相为法，即得三种，随顺菩提门法。这远离三种跟菩提相违背的，前面所说的第一个贪着自身，身见很重啊，爱惜自己的身体，贪图利养，这个心现在世间人哪个没有？连小孩都有。从小到老，谁不贪着自身？我们要知道，凡是贪着自身、名闻利养与菩提道，就相违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办法学佛。无论学哪个法门，即使一心难信之门，念佛法门都不能成就。我们必须要知道。啊，第二个就是没有慈悲心，无安众生心。佛菩萨、佛门弟子一定要有如同佛菩萨一样的大慈大悲。
时时刻刻念住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帮助众生离苦是悲心，帮助众生得乐是慈心。我们有没有？诸佛菩萨佛门善有，所在之处起心动念就是帮助众生离苦的路。啊，这就是安众生心，要没有这个心，不是佛弟子。啊，纵然这佛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第三个，恭敬供养自身，不是恭敬供养三宝，不是恭敬供养众生，啊，而是恭敬供养自己，这就错了。我们反省，学佛几十年了，啊，出家了，居住在佛菩萨的道场，贪图别人的恭敬，贪图别人的供养，恭敬是属于心，啊，供养是属于身，偏重在物质上。有这个念头不好啊，这三桩事情没有慈悲心啊，有贪图恭敬供养的心，有贪着自身的心，这是六道轮回心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三种心，这错误的观念，必须要放下。啊，放下之后，你就能得到三种随顺菩提门法，这个你就得到了。啊，这三种跟前面相反的，一者无染清净心，你得到了。这个心是什么？不
为自身求着乐，物质上的享受、精神上的享受都不求，都远离。啊，所以古时候修仙人他不住在都市，他住在深山，人迹不到的地方，他住那里，环境清净，没有干扰。啊，他要求的是什么？清净心。这是顺菩提门的。啊，二点呢，安清净心，为把一切众生苦故，菩提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，若不作心，把一切众生立生死苦，即便为菩提，是故把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。前面第一是在修行的阶段、学习的阶段，自己还没有成就，等到自己有成就了，具足戒定慧三学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这时候不能住在深山，住在深山不能帮助众生，苦难的众生多啊，六道众生都苦啊。那富贵人有富贵人的苦楚，贫穷人有贫穷人的苦楚，没有不苦的。戒定慧成就之后，一定要发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这是教导我们啊，菩萨了，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。清清楚，帮助众生清清楚，要戒定，要智慧。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，苦里面最重要的是生死苦，就是六道轮回苦啊。啊，怎样把众生六道轮回苦？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有无量法门啊，有能帮助你把这一生有方法，能帮助你把来生啊，
也有方法帮助你从今而后生生世世离苦得乐。由你选择，你喜欢选择哪一种，你就可以用哪一种，都能满众生的愿呢。这叫菩提。啊，所以《安乐经》里面说得很好，啊，如果若不作心啊，就是你不发这个心，做就是发心，现在讲发心，啊，发心把一切众生离生受苦，你就违背菩提法了。啊，是故把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。怎么把？手段、方法是教育。教育从哪里做起？从自己做起，必须自己种种苦难，你都能够远离，做出榜样给大家。啊，真快乐啊！不是假的，一天到晚欢欢喜喜，无论生活在逆境、顺境、善缘、恶缘，都生欢喜心。欢喜从哪里来的？从菩提来的。什么是菩提？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是觉悟，是明了，是智慧。啊，你觉悟了，你明白了，你有智慧，你在这个世间，把这个世间的相真正能通达明了，不再受染浊了，啊，没有染污，你不着相了，你就离苦得乐了。啊，于世间荣华富贵不想看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了榜样。啊，孔老夫子在他老人家一生当中，确实有意去从政，他是大思想家、大政治家、大教育家，啊，确实有意思从政，想学周公，可惜在那个时候，春秋时代，啊，许多诸侯国的国君不肯用他，周游列国十几年，
啊，最后放弃了，回家去教学。对，孔子没有做过大官。孔子并不富有，换一句话是，富贵与他没有分的。啊，但是春秋那个时代，我们讲人类真正一生过得幸福快乐美满，没有人能超过孔子。由此可知，幸福、喜乐与富贵没关系。那孔子快乐，而且把这个快乐的根源告诉我们了。快乐从哪来的？《论语》头一句话：“学而时习，学而时习之。”学习后面不亦乐乎？非常快乐 啊！学是什么？教学，教也是学，学也是教啊！他一生搞干教学去了，教别人，把别人教会了。啊，让别人从迷惑转变成觉悟了，快乐 啊！把古圣先贤的东西自己继承了，学习就是继承，落实在自己生活。工作，待人接物，发扬光大，传给后代，千年万世。诸位想想，天下事还有比这个更快乐的吗？还有比这个更幸运的吗？没有了啊！孔子有个学生颜回，父子常常赞叹他。他在物质生活方面是最苦的一个人，吃饭连饭碗都没有。用竹子编一个篓当作饭碗，喝水茶杯没有，葫芦瓢是他的茶杯，贫穷到这个程度。可是夫子学生有三千人，三千人当中最快乐的是谁呢？是颜回。这就说明快乐幸福现在包括健康长寿与富贵都不相干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你为什么学佛？为快乐，为幸福。
啊，为求得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为这个求学。啊，学中国传统文化，学大乘佛法，不是为别的。得到没有呢？得到了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在这之前我们对佛法有很深的误会，以为它是宗教，它是迷信，所以根本没有念头去碰它。啊，我跟方老师学哲学，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《佛经哲学》，啊，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要学哲学。当然要找他。佛教的经典是全世界哲学最高的教材，啊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一句话就是夫子讲的不亦乐乎啊，佛门里面所说的法喜充满，离苦得乐，为这个，为离苦得乐学佛，为离苦得乐学儒啊。孔子跟佛陀确实把这个事儿，这个传给我们了，我们学而时习之，就得到了，一点都不假了。那我这一生感恩，怎么报答？讲经教学，依教奉行，就是报答佛恩，报答老师的恩。啊，老师给我一个幸福、快乐、美满的人生。我的生活，我的工作。啊，传承大法，发扬光大，再传给后世，世世代代永远传下去，这报佛恩了，都做到了。啊，学跟习。要变成一体，学而不习，那就错了。不习是没有落实，没有做到。啊，学了不杀生了，对，昆虫、蚂蚁，我们也爱它，也不会伤害它。这落实了啊？怎么叫不偷盗？把物质的享受财物
除了必要的，必要的是什么？每天吃得饱，穿得暖和，啊，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睡得好，你说你多快乐？全部放下，没有丝毫干扰啊，没有丝毫牵挂了，身心安乐，这就是享受。空言之路，佛菩萨之路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比孔子舍得多，释迦牟尼佛只有三件衣服，三衣，吃饭一个钵，这就是他的财产，三衣钵。父子在这里比释迦牟尼佛丰富啊，不止三衣啊，春夏秋冬啊，四季服装，那至少有个一件两件够了，三件就多余的了。啊，多余应该供养别人。我们把物质的享受降落到最低的程度，最低的足用够用啊，衣可以保暖，饭能吃饱啊，睡眠能睡足够了，这就好。那就不是要再多的，多了累赘呀。学什么？学布施。哦哟，布施功德不可思议。那为什么呢？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。什么事情？适可而止。啊，太多了也不好，它是麻烦的。啊，所以儒跟佛都讲求中道。啊，就是舍苦。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那我到图文巴来十几年了，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财是法也是无为，是无为说就是帮助病苦的人。图文巴有一个公立医院，政府办的，只有一个。那我当时去参观很欢喜，啊，我每个月捐10000块钱医药费，一年12万，没中断过。啊，这个不是什么，不是医药，果报是健康长寿啊！啊，虽然问我有没有参加医药保险，
我没有。那你生病了，我说我不会生病。为什么不生病？没有医药费，医药费不收了。啊，都送给医院的时候，给他们买医药给病人。有道理啊。啊，我这一生当中没住过医院。啊，医院看个小病也不会就伤风感冒。啊，这是老师教给我的，张家大师。啊，他教我这三样。啊，弘法利生要福报啊，没有福报不行的。啊，福报从哪？从财来。财从哪里来？财布施来。从什么是什么状况之下布施呢？从一毛钱、一块钱布施开头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有这个力量啊，自己生活尽量节俭，留出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五块，哎，去布施啊，布施什么呢？寺庙里头。有画小圆的放生啊，大家集合就放生，一毛钱也收。印金这法布施啊，一块钱一毛钱也收啊，我们就随喜功德了，真的越施越多啊。现在每一年印金超过美金1000万的，钱从哪来的我不晓得。啊，我想印的书，你说这个书，《道德丛书》，大陆上同胞寄给我的，我没见过，我一看，印光大师印的，红花社的，那这就没问题了，绝对是好东西。啊，那时候我在台湾，我把这个书交给台�湾世界书局去印10000套。啊，台币算台币算的，大概700多万的。啊，第二天就有人供养我2张支票，我打开了一看，哎，700万，正好，这不是。头一天交印刷厂，第二天就有人送钱来了，就这么来。啊，谁送的我都不记得了。啊，心上不要落印象，这个才好，才自在啊。啊，所以愈施愈多。啊，那么今年我们要办个汉学院。啊，这个需要钱的。啊，我成立一个基金会，在香港。多元文化教育基金会。啊，干什么？专门做慈善事业。啊，办学，团结宗教。做这个事情啊，那么这个基金会这两年来成立两年了，用钱这个钱支出受香港政府监督，我们有章程，与章程不相应的不可以啊，有同修们建庙建道场来找我，我这钱不能用啊，不可以。你办学行，你办佛学院也可以，只要是关于教育啊，多元文化教育
多元文化包括各个不同的宗教啊，可以用这个钱啊，印经可以用这个钱啊，慈善救济可以从董事会通过啊，就在董事会通过可以啊，董事会不通过不可以。我就不管钱了。说明张家大师说的，他是根据经典上讲的，没错，越是越多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要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，图文吧学院要设立一个，幼稚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啊，一直上去。当中不招学生，只招幼稚园的学生。幼稚园学生升到小学，我办小学；升到中学，办中学；升到大学，办大学。啊，我们还希望用封闭式的，让这些学生孩子们尽可能少与外界接触。为什么？外界是个大染缸，都把人教坏了。我们想用封闭式的，啊，不让他接触。他看不到电视，看不到网络，啊，凡是负面的都不许口看，也不能听。啊，我们教的教材，我们学古老的教材，啊，早年间，民国初年，我们找那一些材料来做参考，啊，重新编一套教材，啊，小学的教材完全用古时候私塾里头所用的，我们这里也有印出来了，《圣学根治根》有将近20种小学教材。教育的目的是圣贤君子，希望学生是现代的圣贤君子，来拯救社会。延续传统文化啊，真正像庄子所说的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我们是以这种胸怀来办学啊，来帮助下一代啊，我们希望真的从幼稚园办到研究所，圣贤教育，这是安众生心。拔众生苦啊！啊，拔一切众生苦。这是顺菩提门。那么第三个，要清净心，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。我们把菩提
换成智慧，大家就完全懂得了。啊，我们这生干的什么事情？帮助众生生大智慧，帮助一切众生得大福报。我们希望这个希望是希望在下一代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办小学、幼稚园，扎根，从扎根教育做起，我们现在培训的一些老师都是20多岁、30几岁半路出家，没根呐。我们怎么样学，将来的成就比不上小孩，小孩有根啊，小孩是我们的希望。我们要认真努力为小孩做好榜样，身心言教才能收到教学的效果。啊，这底下说得好，若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者，则为菩提门。这个话说得重了，令这个字意思很深刻，分量很重，一定要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。不但这一生得乐，生生世世得乐。那这怎么叫法？这就要帮助一切众生认识净土，了解净土，深入净土。净土这个法门可以帮助我们一生真正得到。啊，那么佛教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几十种之多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来看待？佛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以平等心对待大小乘一切佛法，希望每一个宗派都能兴旺起来，都能有人才出现。为什么？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，某一些根性要某一种法门来帮助他，所以佛陀在世做得好啊。佛有圆满智慧，有大神通，他能观机啊，观机施教，所以他讲的叫契机，众生都得度了，普度了啊。今天真正有德行、有智慧、有学问的大德不多了，那怎么办？啊，
我们今天来培训，我们想干汉学院，汉学院包括儒释道，啊，汉学院里的四个学系，第一个是汉文，文学，它是基础，啊，第二个是儒学，第三个是佛学，第四个是道学，儒释道。啊，四个学系啊，可以说我们这四个学系所学的是古汉学啊，主要的科目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、教诲。啊，来培养人才。哎，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之后，有人问了，培养之后怎么办呢？他将来干什么呢？将来教书。我们这毕业的学生，学校统统聘请为终身教授。啊，这一生在学校教学。所以前面这五年完全是师资培训班，五年以后广泛对外招生啊。那么这些学生毕业出来之后都有资格教授汉学，都有这个能力，连儒释道的师资都培养出来了。那所以这个汉学院不拘绝出家人，也不拘绝道士。啊，道士可以来求学，出家人也能来求学，因为有这个课程。啊，真正要发大心，发菩提心呢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用什么方法？破迷开悟。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来的。乐从哪来的？从觉来的。觉悟就快乐了。所以孔子觉悟快乐，释迦牟尼佛快乐了，觉悟，他连王位都不要了啊！他要不出家，他做国王，那国王不要了，国王没有佛陀快乐啊！他就当佛陀，他不当国王啊！教学快乐，他教一辈子。释迦牟尼佛，你要是真了解他，他是个教育家，他搞教学啊，教了49年，认真负责啊，他所讲的他全做到了，他做不到的他不说啊，他能说的全做到了，这个要懂啊。我们也很想向他学习，你看他办小学，阿含小乘，小乘就是佛教小学啊，办了12年，我们现在小学6年，中学6年，释迦牟尼佛的小学12年，12年向上提升，讲方等，方等是中学，8年，加前面的20年了，这办大学了。大学是什么？智慧。
不是知识，智慧。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苦难的问题。啊，你有痛苦，你有灾难，能帮助你解决，真解决。不但解决现前，还解决以后的。啊，这个大学讲般若，般若是智慧，就是帮助大家觉悟。啊，佛陀的阿含着重在戒律，方等里头有禅定，有止观，着重在定，定学；般若着重在慧学，戒定慧三学。你看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，戒定慧三学。最后八年讲法华，法华人。从菩萨提升到佛陀，帮助你成佛，帮助你证得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啊，49年了，四种不同程度的教育。我们今天学佛，没有通过这四个等级，你上不去。我们今天学佛，向上上不去，向下也下不去。教育出问题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提醒大家，希望我们有个共同的认知，佛教要回归到教育。啊，这个话在早年方老师多次给我谈过。啊，要恢复中国丛林制度。丛林就是正式正规的大学啊，那么阿含跟方等是属于小学中学，大学是般若22年，啊，最后佛帮助你提升往生道十宝庄严图。十宝庄严图就是佛教大学啊，在娑婆世界叫华藏世界，华严经上说的啊，华藏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学啊。如果你是明心见性，破一片无明，见一分真性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修学？到华藏世界啊，不在六道，不在十法界啊。十法界里头有全教菩萨，有声闻缘觉啊，这什么？脱离轮回了，小乘就脱离六道轮回了，真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对他有认识，不要误会。啊，一步一步帮助自己向上提升。啊，有这个缘分，有这个机会，一定要帮助修复。啊，我们回归教育，办学校，
学校最好，是我们佛门弟子捐钱来办，不要让学生交学费啊，交伙食费啊，不要，统统免掉。佛在家弟子修福，这修大福报啊，我们来供养学校，我们来提倡啊，成立一个基金会，这个基金会专门就是护持学校经费啊，我这一天啊，还有一块钱，我捐一块钱，我有两块钱捐两块钱，随缘随分，快快乐乐啊，上街买菜还剩一点钱捐的人办学啊，办幼稚园，办小学，办中学，办大学，办研究所啊，全球佛教徒啊，佛教徒全球不多啊，咱们估计吧，听说好像有5亿吧，也是有5亿到7亿的样子啊，这里面的佛门弟子将来都能养成一个习惯，我们支持佛陀教育事业啊，我相信这个基金会是可以做得到的啊，帮助办学，你看看帮助建道场的人多少，你建个道场要我听说都要花很多亿啊，办个学校不要那么多，值得提倡啊，值得这么干法。那么我们再看下面，接着看，此毕竟长路，一和二的要以大一门啊，毕竟长路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什么叫大一门呢？说出来了，真说出来了，未必安乐佛国是也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大一门，就是净宗法门，就是念佛法门啊，定一心专注啊，愿生彼国，于是早会无上菩提。于是我们希望着，恳切的希望，期望早一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聚会啊，到极乐世界去聚会啊，三到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品位，这个不重要，莲池欧耶大师说得很清楚啊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生到极乐世界啊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好，那这就等于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念起，完全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育，
发这个心愿，人人都能去，保证去往生。啊，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。啊，也换一句话说，凡圣同居土三辈九品了，我们去最下面的下下品往生，我满意了，我情愿了。啊，在极乐世界奠定扎根教育，有什么不好？你们当插班生，你就插班去。我要从小学一年级念起，做阿弥陀佛最乖的学生，啊，扎根就在极乐世界。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愿望，跟我有同样想法、同样愿望的人一定很多。我们真正从扎根做起，啊，于是早会无上菩提。这以上所论为菩提门，与随顺菩提门，正行法行为顺之意。那我们发现是随顺还是违背？违背不能成就，违背是假的，随顺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一定要随顺，要把这桩事情做好，利益无量无边众生。啊，把佛教兴旺起来，我们不离开净宗，但是我们愿意帮助佛门。无论是大乘小乘各个宗派，我们都希望他通通能够兴旺起来，啊，都要回归到教育，都要回归到讲学，经不能不讲啊，论不能不学啊，经是佛说的，论是祖师大德说的，啊，是佛的高级的学生，啊，等于我们这一条龙的学校，菩萨是大学生，他可以教中学，可以教小学。啊，全教菩萨在中国历史上讲经说法就很多，非常多。他没有大彻大悟，他怎么讲法？他依大彻大悟的人，依他们的著述，啊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你能体会的深深讲，你体会的浅说多好啊，决定是有依据的，不是自己心里想的啊，自己心里想的妄想靠不住啊，所说的都要有根据。你看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，这些话是安乐集里头抄出来的，啊，这就是说明
自己没有大彻大悟。安乐集的这个写安乐集的人，这个人大彻大悟。我根据他的，根据佛的决定没错。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学习我们没悟的人永远在学习。我讲经58年，常常给大家提醒我在学习。啊，学生在讲台上，老师在台下。啊，台下听众是我的老师。啊，他是来见学的。啊，他来听听我有没有讲错。啊，我有没有偷懒，来读错的。我们用这种恭敬心对待，自己才能成就。越有成就越谦虚，越有成这个成就，对众生越恭敬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不敢轻慢一个人。啊，凡是轻慢人的，啊，功高。啊，自大的，这都是没有成就。唯一菩提法，啊，对佛的教诲，他相违背也。啊，所以我们做学生，做一辈子学生，开悟了才算是老师，没有大彻大悟，都是学生，都在学，天天在学。幕后这一句，凡以法菩提心修学净业者，啊，要依这个标准，我们都不够格，啊，咱们勉强一点吧，通融通融，我们也就算是发菩提心修习净业，应常体究，要体会，要研究。啊，切莫自为菩提门，为设本愿，自障往生也。自己障碍自己，不能往生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安乐集这段开示，我们不长，要常常看，常常记在心上。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撤退的人、障碍的人，我们一定要回避。这三种是撤退的，是障碍的。是不让你到极乐世界去的，啊，一定要把它放下。啊，三种顺菩提门的，一定要认真学习。啊，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名闻利养。啊，一定要知道。吃亏吃苦是福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有财布施，他的福报很大，从哪里看？他
所作所为，多少人称赞，多少人效法，多少人以他为师，这就是他的大福报，受他恩惠。受他利益的多，佛加持我们，他加持我们，跟佛没有差别，我们要能体会到。这个地方讲体就，再看下面的一句经文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弥陀要紧。你看，华严老解释这一句，啊，用欧耶大师要紧，用优希大师的圆中钞，啊，又一。用道卓大师的安乐集，都是经教，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些祖师大德，没有说自己啊，这就是契合这个时代众生的机契机啊，这个时代的众生傲慢怀疑，不能相信，不肯接受啊。念老怎么讲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欧耶大师怎么讲？优希大师怎么讲？道卓大师怎么讲？安乐集是道卓大师，这你不能不服啊！你瞧不起我没关系，我举出这些人，你能瞧不起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让有缘读到这个部经，有人看到这部经，有缘听到这部经，增长信心，慈悲到基础啊！你能说？黄念祖老居士没大彻大悟，我认为他大彻大悟啊，他用这个方法就高明啊，在这个时代里就没找到第二个他的用心，我懂了。啊，他所选的这些，也就等于是他自己说的。别的祖师大德已经说过了，我也如实说。要解释怎么说？于一切方便之中，求其智、直解、智、圆顿。莫若念佛求生净土，你看这几句话，我们把它一直念下去，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，求其至简易、至稳当、
莫若幸运专持命口。这是要解里头一段，说到净土了啊，说到我们现在修学六法门了，我们弘扬净土，解说净土，要学念老，啊，不用自己的话，通通用祖师大德的话，没有人敢反对，没有人敢怀疑，这样增长别人的信心，断除别人的疑虑，功德无量。啊，这个法门直接圆顿快啊，啊，这谁不要学啊？看到这四个字，我们求生净土的念头就会生起来。啊，那么简易稳当，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。这个法门实际上把它化简化之后就成了八个字啊，简易稳当直接圆顿，就是八个字。没有第二部经能跟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相比，找不到了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真的像彭吉清所说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我们碰到了啊，碰到了不珍惜不珍干，那叫真可惜啊。黄忠昌居士，这早些年往生的神真，他才30几岁啊！啊，听我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讲到这些地方，他非常欢喜啊，他要实验。在深圳闭关3年，看看3年能不能完成，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啊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，方便呐，真方便啊！念到2年10个月，还差2个月，他的闭关就圆满了。还有2个月，他往生了，没有生病啊，自在往生。他怎么往生的？不识寿命。不是的，后头有寿命不要了，
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就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。啊，还有寿命，不要了，真走了。阿弥陀佛很慈悲，答应。他表演给我们看，我们看到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火化之后有舍利，现在舍利塔建了个舍利塔，还供养在官网那里。啊，简易文道，莫若幸愿专持名号。幸愿专持名号是欧耶大师讲的，信愿持名，往生极乐世界就这四个字，条件就这四个字。啊，真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相信有极乐世界。啊，在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只要我们持名，持名就是专持名号啊，持名就能往生啊。到你见到阿弥陀佛，有寿命不要了，阿弥陀佛带你去啊。还有一种呢，阿弥陀佛不带你去，像海鲜老和尚。实在讲，海贤老和尚如果求往生，25岁就够了。他20岁开始念佛了，师父传的这一句法，5年成功了。5年的时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的人，阿弥陀佛就会来透信息给他。佛来看他，或是在定中，或是在梦中。啊，佛来看他，告诉他，鼓励他，你念佛念得不错，念得很好。啊，你的寿命还有几年，到寿命到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，会告诉你这话。啊，我相信有一些人的时候，就是不要寿命，我走。那海鲜老和尚也可以走啊，他求了，他不是没求，阿弥陀佛没答应他，告诉他你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，可以给佛弟子做一个好榜样，给求生净土的人做一个好榜样，所以他留下来表法，表法就是做榜样，把他留到112岁，留这么久啊。他在这个世间有没有苦？没有。何以见得没有一个人看到他哪一天不是笑眯眯的，无论他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他在干什么，你见到他满面笑容，欢欢喜喜，发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呢，他做到了，做给你看了啊，这不是假的，这不是装出来的，自然的这不能小看了，要细心体会他那个路跟孔子的路一样，跟颜回的路一样啊，跟大彻大悟的人是相同啊。他在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念佛92年了，
这么长的时间当中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见到极乐世界，他见到阿弥陀佛至少十次以上。那我们慧远大师，这边是我祖师的像当中的那一个慧远大师，第一代的啊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四次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极乐世界啊，第四次是来接他往生，前面三次都让他看到啊。所以老和尚给我们证明，做正转三转法轮，做正转啊，我们是讲经教学是劝转的啊，劝大家，他来给我们所证明啊。第一个证明，极乐世界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第二个证明，阿弥陀佛真有，也不是假的。第三个给我们证明，四十八愿戒淫众生往生佛国做阿惟越致菩萨，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让我们对于净土法门断疑生信，要无量功德，表这个法啊，在为我们现代人表个法。现在有许多人回报这个慧济本啊，不承认这个经是真经啊，说是慧济本是错误的，甚至于不应该有慧济本。这个问题到底经能不能慧济？弘林法师有详细的说明啊，他这一篇详细的说明在《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》这本书里面啊。老和尚往生前手上捧着这本书，那你照片，这本书证明夏莲居老居士的慧济本是真经，里面每一个字都是佛说的，每一句话都是佛说的，没有敢改动一个字啊，所以放心，真经啊。你也有怀疑，你把这篇文章好好读一读，你就明白了，知道了。第二个给我们作证的，就是这个注解的本子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，他也是汇集的，他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啊，来注解这部经。这部经是正知正见啊，不是写这些经做证明。第三个为我们做证明，我们这个20多年来，20-30年了，依照这个经，依照念老的注解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没错。为我们作证的，让我们死心塌地，对这部经不再怀疑了。海贤老和尚是真为个任务啊。
他到世间来啊，为我们所证的，让我们对于这个经教，特别是汇集本啊，脊柱产生极大的信心，极深的愿心，身心切愿，我们依照这个本子学习，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决定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有缘，这也是要解说的。阿弥陀佛，这一句名号是万德洪名。名号功德无法想象，是不可思议啊！它包含我们圆满的心得，啊，万德，万字是形容词，不是数字，数字一万不多，代表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，啊，那什么自信，自信的信德无量无边。慧能大师大彻大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，最后一句话就是讲信德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啊，自信有多大的德能？你看看整个宇宙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这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在自己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广度众生，宣扬无量无边，经典法门，这都在万德里头啊，没有一样离开万德。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所有一切诸佛名号同念到了，一个也没漏啊。佛的名号果德，菩萨的名号是因性啊，是修德啊，修德跟本德是一不是二，一个是完全证得的，一个还没有证到，正在修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弥陀名号包含一切菩萨的修德，文殊普贤、观音释智、地藏弥勒啊，一切诸菩萨的修德也在这一句名号里头。你看你多深思，一句名号全念到了，以名照得了清无不净呐，故即以持名佛号为正心，不必更设观想，参究等心，知简易之解，把简易之解说出来了。
说得妙啊，一门就是普门了。啊，那一切经典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这些经论，菩萨所造的论，诸佛所说的经，也在这一句佛号里头。这一句佛号包括经，多深思啊，简易直接，哪有那么多麻烦呢？啊，这个简易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。他老人家一生，师父就传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叫他一直念下去。其他的什么都没有，他就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从开始念20岁，到往生112岁，做出来给我们看，给我们做证传，我们要相信。相信怎么样？对于其他的法门，从放下了。我劝大家，60岁就要放下，不再学了。死心塌地一句佛号，决定往生净土。啊，如果你还30、40岁，学其他的法门还可以。啊，多看看，喜欢哪个法门，就学哪一个法门。啊，但是最好是专修，不要贪多。啊，多就杂修了，很不容易成就。啊，60岁之后老了啊，准备往生了，来不及了，学别的来不及，统统放下。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所以就不必去学观想，也不必去参禅，啊，也就是对教讲的，也不必去研究经教，啊，统统放下，简单直接。又云中超云，前面是欧耶大师讲的，啊，云中超是优希大师精进所示。经经是阿弥陀经，啊，云中超是阿弥陀经的注解，名字叫云中超。啊，弥陀经上所说的粗心凡夫，但是有口能诵，有心能念，皆可修之。这是说简单容易粗发心的反复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啊，只要他有口能念就行了啊，称是称念，有口能称，称佛名号，有心能念，对于极乐世界相信，对于阿弥陀佛相信，不怀疑。那能念，皆可
修持啊，都可以修啊，没有一个人不能修啊。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从小生长在农村，干的是农活，所以他对于种田很内行啊。他出家之后还是种田开荒啊，前后一共开了100多亩土地啊，种植的面积很大，收成也很好。他没有卖钱，除了自己小庙里头5、6个人生活费用之外，其他的统统做救灾救济，哪个地方有灾难啊，有干旱有水灾，收成不好，他都拿去布施，拿去供养。啊，一生小庙香火很少，供养不多，勉强能够维持，他快乐无比。啊，这给我们做出榜样了。所以故知此经所示啊，无弥陀经小本，无量寿经是大本啊，性质完全相同，乃至浅简单到基础，容易到基础的法门，说浅说易，简单到最简单，没有比它更简单，容易最容易，也没有比它更容易的，它是简易到基础了，这么一个法门我们遇到了。又凡是这个又字，就是也是袁仲超的，前面记录袁仲超的，后头这还是袁仲超的。若支持名号，不问贤谋，不拘东晋，行住坐卧，皆可修持。你看这四句话，不就是写的海贤老和尚？海贤老和尚就这四句话啊，这四句话写尽了，贤他念，忙他也念啊，忙是田里面工作，那个工作不爱念佛啊，锄头下去阿弥陀佛，提起来阿弥陀佛，他没有别的念头啊，无论不管动静的时候，不管闲忙，所以他的佛号一天到晚不中断啊，开口念阿弥陀佛不断，不开口心里阿弥陀佛不中断，这就是他的功夫啊！他这个功夫到家了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四意心不乱，念到离意心不乱啊！我估计他念到离意心不断，应该是20年，从20岁到40岁。啊，那么到40岁以后，他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了，他不是凡夫。这做出好榜样给我们看了。啊，那回头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光阴浪费了，真可惜。啊，我不希望别人的你们大家的这个光阴不要浪费，要抓住啊，抓住这一句佛号啊，紧紧地抓住啊，睡觉的时候睡着了不知道了，佛号忘掉了，醒过来佛号就接上，
啊，那最好的办法是睡觉的时候，床头放一个念佛机，小声念佛，自己能听到。啊，听到倦了睡了觉，醒了之后你又听到了，就又接上了。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要用方法来对治。所以故古之此经所示，乃至戒、至净、戒净、戒净到基础，简易到基础，下面又给我们说，说明说人人有份。称名之法，不择贤愚，不拣男女，若贫若富若贵若贱，皆可修之。换一句话说，男女老少，贫富贵贱，人人有份。啊，海鲜老和尚是他给我们实现，他的家是贫贱，啊，没有读过书，啊，贫穷，啊，但是他劳作非常勤奋，啊，他不怕苦，啊，不怕这个老祖欢喜种田，啊，种田不爱他念佛，啊，所以他的念佛功夫就不中断了，啊，用思考办事，这个佛号停下来，事情办完之后，佛号就记着念，啊，也不算中断。机会要抓住啊！故知此经所示啊，乃涉及至广之法，没有比这个更广的。啊，这一部经代表了整个佛法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所有大乘经到最后都劝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才能圆满成就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故知此经所示，乃涉及至广之法门，没有比这个更广的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